10月14号，由咪咕音乐主办的蔡徐坤音乐分享会第二站强势登陆上海 Fast Life 法四现场。中国移动视频彩铃首席体验官蔡徐坤身着高领毛衣，搭配卡其色西装，温暖可爱中透露着率性洒脱。现场蔡徐坤与粉丝同台零距离互动，大方回应 icon 们的表白，并带来一首 Wa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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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Live 表演，实力宠粉。耳朵怀孕的迷人演唱，蔡徐坤还亲自宣布了关于自己的重磅消息，确认明年4月起将开启个人世界巡演，这可让粉丝们期待不已。下一步工作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听到了个人演唱会吗？对，在筹备，然后DJ 的巡演，国外的巡演，一些乐器之类的。哇，官方的行程报备完毕，乌里捆捆还大方聊起了自己的私密事情。这部现场蔡徐坤谈到自己房间的布置风格时，让全场的 icon 们尖叫分贝爆表。请问蔡徐坤的房间大概是什么风格的摆设？想知道吗？他一讲完你们就回去摆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那麻烦你把平面图也公布一下。风格跟我们讲一下，其实是比较复古，比较金色调的，金色调的，然后金色，床单啊，还有那个床单，马上要变爆款了，各位。然后呢，就是比如说这个，你喜欢睡超级大床吗？其实我会抱枕头睡的，就太大的床的话。